如来有所说啦，大众有所闻，佛所说一心教法为心，那众生闻之我，皆名为闻。啊，知影声闻啦，咱大家人会当了解法啦，那就爱从你来闻声。过去佛陀度众生啊，就是用伊的口来说法，众生啊，就是用你来闻法，所以如来有所说，那么大众呢就有所闻。佛有讲话，大家人才有机会好听啦。那佛陀将应机祷告，说众生会当接受的法，这是佛陀啊。展现了伊的智慧，度众生的苦心，岁月不留人呐、啊。一定呢，佛陀的心啊，是保护着这开始生活，就特别讲的话，一定呢，经过了四十几年后。非说不可啦，所以佛所说一心，就是唯一真正学佛啊，目标干那一项，那就是真实的妙法。所以佛陀为着要让人人知影学佛呢，最终的目标。应该就是敢若有这项一心大法吼，实相的法，所以佛说一心的教法，这就是佛的声。不管是过去的方便法啦，也是从佛陀的声音啊，智慧思辨。透过了佛的口发出了声，人人有所闻，接受了法，就是到现在呢，那就是说一心多的教法，也是同款声，声还是爱众生啊，会当听入去。所以众生闻字我字解吼，刚听了后哦，我知啦，知影了后呢，啊，我都爱去了解呀、啊。所以叫做闻思修，听了后入心嘛，爱好好思考，思考了后呢，彻底。解悟，安尼呢，叫做闻啊。当初佛陀啊，伊成佛了后，开始呢第一场的说法啦，那就是度五比丘嘛。这五位呢所听佛陀的法，那是从四谛法。开始啦，但是这不是佛陀的本意，但是呢是佛陀的智慧。佛陀的本意呢，就是要甲这五个人讲：啊，我成佛啦，我的感悟呢，就是无敌啊，浩瀚无垠的智慧呀。我现在的心啊，
是花言海会，寂静清净啊，这种的境界啊。不过，这五个人无法度接受，这是佛陀的苦路，也就是展现了佛的智慧。开始，这五位啦，大家人拢知吼。这故事常常讲过去啊，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后，伊的父王呢，下唔甘呐，伊赶紧呐，选择五个人去劝太子转来，确实呢，就是太子释达多啊，伊呢出家的心。非常的坚切，任凭这五位长辈啊，安怎样会劝说，伊就是道心坚定，反倒转来呢，伊甲这五位呢的长辈啊，讲伊所要追求的真理，吸引了这五个人啊，所以。像安尼，也是下定决心嘛，跟随太子呢，继续去找，去找出了伊理想中的真理啦。所以到处参访啊，用了五年的时间来去了解，但是啊，这个综合起来啦。五年的时间，这不是太子呢，想要追求的啊理想的法，所以啊，就五个人啊，搁在跟随着太子，决定呢去放弃了禅房，所以去找所在啊，好好来修行，所以啊。六年的苦行哦，经过了六年了后呢，那太子啊，也是感觉这种的苦行啊，也是无法度呢突破了这种天地万物，这种温藏着，那好像是有，好像是无，迄、那个真实的有。迄、那个无常的空的无，到底呢差这一点嘛的关卡，总是呢无法度呢真正去突破。所以释达多太子认为，这空道是空嘛，伊决定呢放弃苦行，开始伊要找另外。一条路，但是呢，爱先甲辛苦几年来啊，苦行所累积呢，定果啊，完全拢总该清除掉啊、哦。几年来的苦行啊，体力嘛透支咯，所以在沐浴起来的时那。奋斗开始呢，接受了目力，迷路就是讲引领嘛，恢复了伊的体力。在这个动作中啊，这个目路呢，该扶起来，捧一碗的卤面吼，一碗引领，安尼都好。太子呢，感恩接受。一个中间，这五个人找啊，远远看到啦，看到这位年轻的太子啊，接受到一个女人呢的供养，那这么正接近呐，所以这五个人用目睭看到呢，心就起疑啦，开始呢。对于所对随的太子呢，
心中起着一念轻视不敬的心，五个人全放弃了太祖，五个人同齐烧酒，找一个地方继续修行，所找的地方那就是鹿野苑呐。五个人停留在迄个鹿野苑里面，继续修因的行啊。悉达多太子那就也看到因五个人呢，在远远啊，安尼就翻头离开啦。伊心里有数啊，这家己呢，感觉一个人来修行啊，无有其他的牵累，所以呢，伊就另外找伫泥莲山河边啊，无偌远的所在，一丛的大树下，开始呢，选择一块石头啊。发这个誓愿，我若无突破了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理，若无成正觉，我永远袂离开这个地方。从安尼开始，才不断啦，心思思考啦，真正的心力来思考。天地大自然间啊，上足的道理，经过21日的中间，哦，忽然间啊，在天明之前，伊目睭背景向前看去，安尼呢，以天空迄粒星，心一清。接触啦，所以伊感悟了后，已经想要让天龙八部啊，拢会当体会伊现在的心境，却是天龙八部无法度通体会到。所以，迄个心灵的瞬间呐，想要起立涅槃，既然呢，天人。两天都拢总听无啦，人间哪会听有呢？不如啊，就起立涅槃。这个中间及时呀，诸佛菩萨赶紧现前来安慰释迦牟尼，所以呢，甲伊讲过去诸佛也是安尼啦。要为人间说法呢，都爱运用啊，智慧啊，设方便法，这是过去无数劫以来的诸佛的道路。从安尼，也决心啊，回归，要要去到鹿野苑啊，他到了鹿野苑的时。这五个人远远看到，伊的太子啊，我回到回来啦。个人呢，采取着不理不睬这种的态度，轻视着这个太子。就是呢，愈接近这个中间呢，有一个呢，无法度去细算。这份的气氛啊，五个人同时呢，不由自己啊，惊我来到佛前啊，共同呢，安尼跪落去礼拜啊，虔诚啊，请伊的太子呢来给伊讲法，到底你是得到什么款奥妙的真理啊？请太子啊，是不是会当来教阮讲给阮听？佛陀开头啊，就讲苦啦，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道理呢，
就是伫这个中间安尼算算出来，佛陀就甲因讲：现在我已经呢心定正觉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是一位大觉者，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。从安尼开始呢，大家人称佛为大觉者，就是佛陀，或者是世尊哦。这下从迄个时阵开始啊，转速体法，那是三转速体哦，来道理。那最初觉悟的呢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啦。所以现在这段文呢，那就是来回归世顺的佛陀甲多罗三的因缘，每一回都会讲千二百五十人，咱讲过去吼。佛陀用五年的时间哦，安尼呢，度了千二百五十五人，五个人就是阿耨多罗三啊。第二年呢是度耶舍，第三年是度三迦叶吼，第五年呢才度这舍利弗跟目犍连，所以啊。五年的时间啊，这千二百五十人机呢，成为佛的相随众吼。所以讲起来，如来呀、所说法啦、是随着众生的根基啊，哪怕呢是也是。是三家业，是舍利弗、目犍连，这拢总是呢，在迄个时代代表的修行者。也是呢，是在家啊，因呢是富有家庭啊，年轻人有心呢，想要追求真理的人，带着朋友呢，五十位来。归道佛法啦，三家宴呢是受迄个国家呢所尊敬的三兄弟吼，也是安尼带着一千个弟子来皈依呀。那目犍连甲舍利弗呢，各有一百个弟子，啊，地位第一啦，这种的修行者，也好佛。的智慧呢，所幸福，同款也来皈依。这呢，就是伫声闻中，那前前后后呢，也已经呢有辟支佛，然后伫这中间，但是呢，定定都是以千二百五十人为僧团的代表，这是伫经典啦，时时都安尼，不管偌济人。还是千二百五十几句，那这内底还阁有真多啊！发声闻辟支佛心。除了这千二百五十人以外呢，也已经有真多发心，同款呢以声闻也了解佛法的人，也阁有呢，不只是干那从声音听来了解，阁会当呢将伊的智慧啊去深入思考。天地间的道理，吼啊，
慢慢解悟这种的辟支佛。有安尼发安尼的心的人，不管是祖亲还是呢，现在慢慢一直伫咧入来的人呐、啊，这两种呢，都、就是伫声闻的团体中来的吼。那什么叫做声闻呐？声闻呐，就是闻佛声教吼。啊，这的人呐、啊，用叫做是声闻呐，啊，或者是呢？用素体，以素体为性，吼、哦，那以修行的方法，就是以素体法做因的基础。不管是声闻，任何一个声闻呐，因要听法，拢总是以素体法为基础。所以以素体为性，吼、哦，那苦集灭。人生真正是苦啊，接来了真多的苦难。咱即马修行，咱知影这叫做真理，知影苦，苦就是从接来，接就是因为因缘果报而来啊。用什么方式来灭掉了这个苦难呢？用什么方式来修道呢？这个因缘众生啊。敢那集在迄个苦中，不断复制呢，苦、烦恼、业力的根源，不断伫咧复制，这都是人生的苦。佛陀来人间，莫非就是要为了这项代志？那予人人会当了解，所以啊，这佛啊，大家人应该会想讲哦，啊，拢知啊啦，知是知啦。但是呢，无法度呢，彻底了解，佮无法度呢，彻底家己自改，那改变了家己的生活习惯，更佫较难呐。所以各位菩萨，逐天听，咱来逐天来进步，同款的法，咱来同款的不断深入落去，这呢，这是真正听法的态度。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